里面呢，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东西才走到一半而已，然后呢，你要把它变成很复杂的东西。好，所以一旦变成三酸甘油脂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像胆固醇这种东西，你脂质哈在有水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就开始聚集啊。所以接下来呢，一些脂溶性的成分，像胆固醇，啊，像脂溶性维生素我就不写了。好，像胆固醇等等啊，这些比较明显是疏水性的成分呢，就过来靠拢。好，所以这时候上皮细胞呢，会再帮它加上一个东西，就是脂蛋白。好，你让它再继续的聚下去，它那个只会越聚越大颗。好，所以必须要想办法。啊，就是让这个颗粒整团，啊，这个混合物它的大小不能太大，然后再来要想办法提高它的溶解度。所以脂蛋白，你看呢，脂质跟蛋白，就蛋白大致上有一点偏清水，啊，它脂质的部分偏疏水，啊，所以我们用这种东西呢，两性啊，就是去兼具有疏水性跟清水性的东西，然后来去跟脂质混在一起之后，想办法提高它在这个细胞室这个环境的溶解度。好，那这种很多的脂质连带一些特殊蛋白的这个混合物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啊乳糜。所以乳糜是一个一团混合物，然后呢，它的内部比较偏向疏水性，然后表面呢可能会带有一些清水性，主要是因为脂蛋白的出现的关系。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这么大团的一坨脂质。然后等到它要通过那个下面这个细胞，然后准备通往那个乳糜管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的简单扩张当然不可能。啊，当初就是为了吸收才分解，啊，那结果呢，一吸收完之后呢，马上就把让它复原，啊，成原来的分子架构。所以等到它要出去的时候，再通过上皮细胞这边呢，它就必须用这个外涂。啊，因为太大颗了，啊。基本上已经要靠细胞膜变形才能够搞定，啊，所以它就用外吐作用，它是外吐嘛，哦，细胞的分泌作用，就是
那个浓度太高，所以等到它回到血液的时候呢，就是会造成为什么血液真的会可能会有一层油漂在这个血液当中，因为它乳糜的量含量太多的时候，啊、哦，那因为屎没有经过那个肝脏在调节过，啊、哦，所以如果真的吃太油的话，血液可能血脂是真的可能会很高的，啊、哦，好。对，就是有关脂质的部分。好，氨基酸的部分的话，就跟昨天讲的葡萄糖的状况差不多。好，所以接下来看其他的，一般教科书里面比较会拿出来当例子讨论的，比如说维生素。维生素很尴尬，因为第一个它的分子量呢有点大又不太大，然后再来呢，通常维生素我们在利用的时候呢，跟胆固醇一样，就是它的分子的结构就是长这个样子。那如果你把它分解了，它不就不叫维生素？啊，不把它分解，它的分子量的规模又稍微有一点偏大，啊，对细胞来讲不好处理，啊，所以怎么办呢？维生素 B12 这边有一个例子，啊，看那个226上面的文字的地方，会，啊，会有一个分泌物呢，可以协助维生素 B12 的吸收，啊，当食物在通过胃的时候啊，胃的黏膜会分泌一种成分，叫做内在因子。那这个内在因子呢，它会去跟维生素 B12 先结合，形成一个暂时性的复合体，将来可以再拆开。然后等到了小肠的时候呢，小肠再把内在因子跟维生素 B12 的复合体，啊、哦，以吞噬的方式，啊、哦，你比较明确讲应该是包吞，啊、哦，以包吞的方式呢，进入绒毛，啊、哦，进入绒毛上皮细胞，然后再吸收，啊、哦，所以这是一种就是保护性的这个办法。那类似这种办法里面呢，还有一种，就是受体媒介的包吞作用里面，像那个婴儿在吸吮母乳，就是哺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母体当中也有一些特定种类的抗体啊，将来到免疫再来谈这个细节。那抗体的话，当然是蛋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现在把抗体先分解了，那它就没有抗体的功能了 ，OK 哈，所以就变成抗体呢，虽然分子量真的很大。那你仍然要把它想办法圆圆满满的哦，就不能动到它的化学结构，然后要把它吸收啊、哦，所以其实它也是用包吞作用，啊、哦，受体媒介的包吞作用，然后这时候呢再进入那个小肠的上皮细胞里面，这样 OK 哈、哦。所以面对这些比较特殊性的，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做法啊、哦，所以这个已经远超过我们讲的，一般物质要通过细胞膜，当然可以考量三个基本的类型嘛，简单扩散、变异扩散跟阻断元素。对啊、哦，可是你遇到像这种维生素 B12， 你又不能动到它的化学结构啊、哦；遇到免疫球蛋白，你也不能动到它的化学结构，所以就没得选，你只要想办法去应付啊、哦。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吸收的手段啊、哦。好，所以有关吸收这个层面，你就到这边啊、哦。接下来下一个，那消化液的部分的话，当然是为了配合食物进来要去做那个分泌，然后进行那个消化的功能。可是它的分泌是需要调节的，所以我们看那个228页有关那个内分泌的部分啊，循环系统那边有提到一些内分泌，然后消化这边有一些内分泌，所以留意一下，我们遇到的内分泌系统其实真的会很夸张。嗯，好，所以消化液分泌的调节里面呢，第一个可以先从那个食物到胃之后啊、哦、来看，因为比较跟激素有关的啊，好、哦，第一个是在胃。胃靠近底部这个地方，啊，这边呢会有 G 细胞，当食物入胃之后啊，这些食物的成分会开始对胃底部的 G 细胞呢产生刺激作用，啊，所以这个刺激作用呢，可以让 G 细胞产生一个激素，叫做胃泌素。好，胃泌素，你看它名字上，胃泌素，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胃的这个部位的某些细胞所产生的内分泌激素。那它分泌出去之后呢，要顺着，记得激素是透过循环系统。所以它是透过循环系统，到时候呢，等到去回到心脏绕一圈再回来的时候，然后它就可以对胃壁啊、产生刺激作用。然后主要着重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平滑肌的收缩，所以它可以促进胃的活动。然后第二个是胃液的分泌。所以看，
胃自己本身呢，胃壁有胃腺，那胃腺是当你讲到胃腺的时候，胃腺是外分泌的功能，所以它产生的东西是跟消化有关系。然后，可是它还有巨细胞，然后巨细胞呢，它扮演的是内分泌的功能。而且这个内分泌的分泌物呢，它是回过头来作用在它自己身上，所以会比较特别一点啊。当你谈外分泌的时候，因为它是外分泌的一部分啊；当你谈内分泌的时候，它又是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啊。然后胃泌素那个分泌出去之后，记得啊，虽然它是胃自己本身产生的啊，但是事实上它还是得先去干嘛？先走静脉那边，然后呢，回到走那个离开胃肠的那个静脉。好，然后走这种肝门、肝静脉，然后接下来呢，走下腔回到心脏，去肺循环那边绕一小圈，然后接下来再下一次的体循环，才有机会回到胃。听懂吗？对，虽然它自己产生的，但事实上还是得绕那一圈的路，然后才能够回过头来影响它自己。知道那一圈了哈？好，所以这个是有关胃的活动，好，相关的技术的第一个，好，所以。食物基本上入胃这个过程当中呢，食糜当中，尤其是你看到胃的主要处理对象是谁？胃的主要处理对象，食物的成分当中是以蛋白质为主，所以如果今天食物当中的蛋白质的成分比较明显的话，通常对于胃泌素的分泌量的刺激会更明显，所以特定的成分像蛋白质，当然食物入胃本来就会造成刺激作用，那如果是蛋白质的比例，或者是这些蛋白质的存在更明显的话，那对胃泌素的刺激作用会更高，就是分泌量会更好。好，然后接下来呢，等到胃的食物呢处理成酸性食糜，所以酸性食糜是胃要尽的责任，就是第一个食物的颗粒呢要变得很细致，越小颗越好。那再来，因为经过胃的长时间作用，所以因为胃酸的关系，所以整个食物的性质呢就变成是强酸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酸性食糜呢准备开始进入到小肠，所以通过幽门之后进入到第一段，小肠的第一段十二指肠，到十二指肠这个地方，你配合文字来看，到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呢，那个第二个栏位那边，胆囊收缩素。食物进入到十二指肠的时候呢，会刺激十二指肠。细胞产生胆囊收缩素，胆囊收缩素，你看名字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作用对象就是刺激胆囊收缩。胆囊做什么事情呢？胆囊可以帮肝脏储存一部分的胆汁，所以胆囊收缩当然就是为了，我这管线就不画全部了哈，因为比较乱一点。所以胆囊收缩它就是在十二指肠这个地方注入胆汁嘛。所以这个名称上基本上还明显看得出来，它跟那个胆囊有关。然后可是胆囊收缩素呢，还会再影响另外的内脏，就是胰脏。然后它影响胰腺，主要是胰腺。胆囊收缩素呢，还可以再影响胰腺，然后促进含有消化酵素的消化液的分泌，可是这样策略上会有一点奇怪，因为你现在是酸性食糜，然后这么强酸的性质呢，到了十二指肠，如果第一时间就把那个胰液的消化酵素就丢出去，那这些消化酵素大概马上就报废掉了，因为它遇到强酸，根本不是它的作用环境 ，OK 吗？好，所以再往下看。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激素，叫做胰泌素啊。所以胰泌素呢，所以另外一个激素就很重要了。
好，十二指肠所分泌的另外一个激素叫做胰泌素，胰泌素可以刺激胰分泌，它可以刺激胰液呢，然后分泌黏液。好，所以有这个激素，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合理了。当十二指肠呢释放了胰泌素之后呢，它会先刺激胰腺，然后产生黏液，黏液呢进入十二指肠，好，所以跟这个过来的酸性食品就开始混合，中和它的酸性。好，这时候呢，这些搭配胆囊收缩素，胆囊收缩素可以刺激胰腺呢分泌消化液，对不对？所以食物的那个酸被中和掉之后，至少趋向弱酸中性也好，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那个消化酶才有发挥的空间。所以一个食物的消化里面呢，光胰腺讲胰脏，因为它还有内分泌的功能，等一下再继续谈一下。然后所以纯粹就消化的部分来讲的话，胰脏的胰腺。就是消化腺的部分，其实它总共需要两个激素的合作，才能够让它的分泌，然后比较能够达到那个发挥它真正应有的功效。所以胰腺的分泌，我们一般认定它第一时间应该不会分泌消化液，第一时间呢应该是透过胰泌素先刺激胰腺分泌碱。OK， 那这些碱呢去跟那个酸性食品开始中和，好。延迟一段时间之后，再透过胆囊收缩素去刺激消化液的分泌，所以之后这时候再补上那个消化酶，那消化酶才有作用的可能性。好，那结果呢？这个胰泌素名字上看起来好像是对胰脏有作用，可是像胆囊收缩素也是啊，胆囊收缩素名字上看起来呢，它是好像是对胆囊有作用，结果它竟然也可以刺激胰，然后分泌消化酵素。然后胰泌素也是一样，表面上文字看起来是只对胰脏作用，事实上呢，它还可以作用在谁？它还可以作用在肝脏上面，可以去刺激肝脏合成胆汁，因为胆囊储存的胆汁的量体积应该不会很多，但食物的量其实还蛮多的，所以。胆囊只能应付那个最初期的食物过完的时候需要的胆汁，那后续那个如果食物还在继续源源不绝的通过的话，那这个时候你终究还是要靠那个合成的来源，就是肝脏提供。好，所以那个胰泌素的话呢，它对于胰脏的胰腺可以刺激分泌碱液，可是等到它刺激肝脏的时候，是促进肝脏合成胆汁。就这两个激素要留意一下，他们两个呢基本上都跟胆汁，还有那个胰液的分泌有关。那可是它对胰液的分泌里面又包括了碱液跟消化液的不同，对不对？然后刺激胆汁的分泌里面呢，是直接透过胆囊收缩释放胆汁，还是促进那个肝脏合成胆汁来后续供应那个胆汁的分泌量，这个其实分泌的部位就会有不同。好，然后刺激的因素我这边就已经没有空间了，后面那个刺激因素里面很重要。一般来说的话呢，胆囊收缩素的分泌，其实它主要的刺激因子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呢，酸性食米，尤其是酸性食米当中，如果有比较明显的像脂肪酸甚至于是那个氨基酸，然后或者是比较短的肽类的话，基本上那个是比较关键的刺激因素。那胰泌素的话呢，胰泌素基本上因为它主要是促进那个碱液的分泌嘛，所以胰泌素的话，它的刺激因素就比较简单，它是判断酸不酸的问题。所以当那个食物越酸的时候呢，就越有效对那个胰泌素产生刺激作用。对啊，那至于那个碱液的碱是什么呢？胰液所用的碱是用这个，胰腺所分泌的碱液，它的碱其实是用碳酸氢的。好，所以知道那个制酸剂，你不是有都是用这种？你化学最近是有来做这个实验？老板最近有买那个胃药干嘛？不给你做了啊！好，好，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呢，基本上总共就有胃泌素、胆囊收缩素，胆囊收缩素的缩写是 CCK 啊。然后另外有一些书呢，把胆囊收缩素那个翻译变成叫胰酶泌素因为它也可以刺激胰液分泌嘛所以就把它叫胰酶泌素因为它可以刺激那个胰腺
分泌消化液，就是含有消化酵素的消化液啊。好，那至于胰泌素的话呢，基本上呢是刺激胰液，对吧？胰腺分泌胆汁，啊，所以这时候很多书会直接写碱液，它就不会用消化液这个词了，啊，所以胰液的初期的分泌呢应该是碱液，然后后期的分泌呢基本上才会转变成为消化液，啊，这是另外一个这个特色。然后，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你现在呢，当初为了加强那个胃的分泌作用，好，所以当食物入胃之后，蛋白质的成分开始刺激胃泌素，回过头来刺激胃，啊，增加那个胃液的分泌，促进胃的蠕动。你食物已经逐渐的进入十二指肠之后，那胃这边是不是它的活动就应该要减少？啊，包括平滑肌的收缩可以减慢，对不对？胃液的分泌量应该也可以下降。对，所以胃泌素代表的是正面刺激，当然我可以去减少它的分泌量，所以对胃的刺激就变弱，对不对？好，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积极有效的办法，就是胆囊已经没有颜色可以用，来蓝色，胆囊收缩素跟胰泌素，好，胆囊收缩素跟胰泌素 CCK， 然后胰泌素没有缩写。这两个激素，它们的作用的第三个对象就是胃本身，它们可以去减缓胃对胃的活动。好，所以总共有三个作用部位，哦，就是胆囊收缩素除了胆囊跟胰腺之外，哦，然后胰泌素除了肝跟胰之外，它们都可以回过头来去刺激胃，但是它们会对胃所产生的影响是抑制胃的蠕动，啊，抑制胃液的分泌。OK 吗？所以对于胃来说的话，所以最后补上一个，所以你看呢，刚刚讲说胃呢，它的胃腺代表的是外分泌腺，它的巨细胞产生的胃泌素，使得它具有内分泌的功能，对不对？在临近当中，它不是也有这个特质？胰脏当中的胰腺，然后它可以分泌。胰液、碱液，对不对？啊，它可以分泌胰液跟碱液，这个是外分泌的功能。这些东西都是
透过腺体，然后释放出去，有自己的管道，所以这个是很明显，它是外分泌，对吧？然后呢，在胰腺分布的之间，有一些一群一群的这个细胞，我们称为叫做胰岛，好，然后胰岛当中又可以分泌胰岛素。然后跟升糖素，然后这是内分泌的功能，所以看这两个内脏就很特别，就是它们同时间具有内分泌跟外分泌的功能，啊，胃跟胰都有这样的特质在。所以这个地方切下来之后，其实就是回复它原本。
气体氨的形式，所以氨基酸的代谢过程里面一定会产生氨。那如果现在是肝脏自己在代谢氨基酸，那它就在现场，它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它就把这个氨转变成为另外一个有机物，对吗？哈，尿素。如果是肝脏自己代谢氨基酸，虽然氨对我们很毒，但不用担心，因为它自己就有这个处理能力啊，所以我们就把氨呢，体氨转变成了尿素，这时候就可以大幅降低它的毒性。所以这是我们身体内主要含氮代谢废物。可是万一是其他的部位产生的氨呢，就会有点麻烦啊。这是对肝脏自己来说，它自己搞定。那如果其他的地方呢？其他地方如果有氨的产生，然后它得去跟某一些下那个糖类，这里面比较熟的，就是葡萄糖跟甘糖之间的分解。然后休息一下。